然后今天有吗？有最强求婚花招，让你感动掉眼泪。我还有看到新的最好笑的，看一下。白色情人节刚过，延续着这股甜蜜气息，这次的酷搜影片将带大家一起见证一场场浪漫的求婚。如果你最近正有求婚打算，并且绞尽脑汁都想不到好对策的话，不妨参考参考以下的方法。在 Live 节目上求婚，这招真的让人无法拒绝啊。不过求婚这种大事绝对是要抓好时机，如果没百分百的把握成功，可千万别尝试，因为被拒绝的下场真的是囧翻天呐。这场面真的是太尴尬了。而另一对也在球场上求婚的情侣，下场好像也不太好哦。女友光速般的逃走，真的让男友心碎满地啦。只能说下次别在球场上求婚了，看来失败率可是挺高的呢。酷搜酷搜影片，我们下次见。各位，今天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什么事情？我鞋带掉了。如果女朋友拿她，我说各位朋友们，今天这个环境跟这个节日这个时间，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然后牵着女朋友的手，然后女朋友说，他女朋友一定以为要干嘛，女生一定会觉得是，我们九点去看电影好不好？好烂、喔，里面一般的挂脸糖啊，会被女生揍，真的，因为女生一定期待或什么的，可是被拒绝很惨的，刚刚、那個、怎么会这样？好可怜、喔。